好，我们今天要抽的是西利亚跟新沾贤者大玄机。希望可以90抽收空了。嗨，牛排安。还没加趴数哈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么好运不会连续第二次吧？上次真的是太塞了。没有，20抽没有。第30抽。哦，你说抽各抽一张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，中了，30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几个？好，第七张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群星陨落。西利亚，有朋友了。没关系，没有歪，很好，赞赞，西利亚，赞赞。OK， 继续，30抽西利亚，搞不好应该已经有加趴数了。好，再来第40抽，不要乌鸦水。群星陨落。不可能的，你不要乌鸦嘴啊！好的，50抽，没有。第60抽，没有，正常啦，正常啦，因为已经 抽到一只绝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70抽，难说难说啊，没有。拜托，是什么？一个事情，这是第几抽啊？第80吗？应该是第80吧？第80抽，我还是会控制一下饮食啊。没有，好，90。这个饼干不咸，哎呦！第三个，哦，不一样哦，不是第七个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60抽再中一绝，事隔今年，若再相见。我将以何贺你？群星陨落，以沉默。群星陨落，
太神啦！好，总计就是30抽西利亚，然后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在第60抽中大玄机。哎、欸，我总共90抽、欸，哎，90抽两只。然后我这一次比较好抽，我上次也抽得很夸张，好不好？反正就是说毕业啊，说我无趣。因为我想抽这个啦，抽到这一个，所以我们再抽一个十抽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十抽要抽哪一个？我一样抽这个啦。我也想拿这个，等一下、喔，十抽，对，十抽是这个嘛？哈，好，再一次。反正90抽嘛，再抽一个，抽320才不要嘞！后面还有很多角色可以抽哎、欸，我不要。好，总共100抽，我不要，我要留到后面再抽。好，就这样，没了。OK， 就这样。啊，因为抽卡也是那个。观众问我什么时候抽，我是跟他说礼拜日跟礼拜一的 啊，想说就礼拜日抽一抽好了。抽四瓶哦，有四瓶，有四瓶可以抽。看一下哦，他们现在解一下那个台服的那个十字系，我很多没打，没有历练单。OK， 好哦，好啦，那技能部分可以去看那个技能介绍。那边有都讲了，反正这两个就是抽就对了哦，就是练。好，这两只就是练就对了，不要怀疑。尤其是星簪仙者，此书深藏禁忌。虽然星簪仙者后面会被克啦，但没办法，后面出游戏角色的话就是会被克。但是目前还是算很好用的角色啦。他的结界可以，如果你会用的话，可以一直无限开结界。好了，反正就是这样，就是90抽西利亚跟大玄机。